这只国语叫老虎钳，台语叫什么？台语叫台语的老虎要怎么讲啊？吼，吼啊，吼啊吹，不是啊，台语没有叫吼啊吹，管他台语叫什么，我靠！现在喝茶要做这种壶啊？为什么嘞？这种壶有没有？放到桌上有没有很稳？这种细的杯子、啊、很容易碰到有没有？你看这种很稳有没有？而且容量啊，刚好两泡，对不对？放一点点那个茶叶、啊，刚好两泡，有没有？刚好两泡可以睡觉，不是啦，不是那个两泡。两泡有点累，一泡差不多，刚好两泡可以，刚好两泡就喝完了，对不对？然后茶杯啊，茶杯千万不能放桌上，我太多太多太多茶杯在桌上打翻的经验了，太多太多了。茶杯啊，你跟书啊放到写字的桌上、啊，打翻一次就知道痛苦，打翻两次就知道绝对不能放，打翻三次就知道自己是白痴，千万千万不能放到桌上。茶杯一定要放到离开你写字的桌面，放到另外一个旁边的小桌子。哎，这是绝对是经验谈。茶杯绝对不能放到你这个是写字的桌上。一定要放到另外一个桌。哇，这打翻一次太麻烦了，整个桌子都被擦洗了。酒精啊，要灌到那个喷筒里，干嘛呢？东西洗洗很方便啊。有时候吃东西吃完，手上一点点的油。我起身啊，跑到厕所去洗个手啊，太远了。你看酒精。酒精洗手超方便的，灌到个小喷筒里面，放在旁边。有没有参考？有灌在这边吧？这是什么搞不清楚？酒精啦，懂了吧？要用酒精。手弄脏，有一点点脏脏的，有没有？哎，弄一弄，马上就挥发掉，干净。
啊，打五通电话，第一通，赵薇是不是？喂，赵薇啊，不要无力犯台好不好？第二通，章子怡啊，喂，章子怡啊，不要无力犯台好不好？两粒犯台就好了。第三通，周迅，喂，周迅，不要无力犯台好不好？两粒犯台就好了。第四通，范冰冰，哎，范冰冰，不要武力犯台好不好？两粒犯台，对，两粒犯台。第五通，第五通，再找一个，再找一个，第五通。赵薇、章子怡、范冰冰、周迅，啊，一下子也想不到最冲的就是范冰冰哦。第五通大概谁了？快点，刘亦菲大家比较听不，比较不知道搞不清楚是谁。范冰冰是谁都知道，章子怡谁都知道。通电话，通电话。